各位同學，咁以下呢條問題係 DSM-2 啊。咁就A part 咧就如果有個 matrix 嗰課嚟嘅，咁佢個 order 係相同嘅，咁 A B 等於 B A， 呢個即係 commutative 嘅啫。commutative law， 佢有 commutative law， 中文叫交換律啊。咁佢個可以用 mathematical induction 去 prove 咧 A 加 B 嘅 n 次方有個 binomial 嗰條式，呢條係 binomial 嗰條式嚟嘅。咁喺度咧，我諗一切我哋做簡短嘅版本啦，即係做 K 加一嗰個版本啦。好 A 啊 ，suppose A 加 B 嘅 n 次方等於。B 嘅 n 減 R，A 嘅 R， 我頂佢調轉咗寫添。哦，不過唔緊要啦，都冇關係嘅。冇關係㗎啊！頂，好啦，冇所謂，冇所謂，一樣嘅啫。咁我調轉佢嚟寫咯。B 加 A， 好啦，加法可以 commutative 㗎。咁好啦 ，for Sn 加一嘅時候，咁即係 B 加 A 嘅 n 加一次方咧，就可以寫做係 B 加 A 嘅 n 次乘 B 加 A， 咁即係可以寫做呢嚿乘埋個 B 加 A 啦，咁乘開咗之後咧。入面有兩嚿，第一嚿咧就多咗個 B， 再加第二嚿就多咗個 A， 好在有 copy and paste 嘅，唔係嘅話真係食咗 shit 啊！好啦，咁個 B 同 A 因為可以調轉嘅，咁所以呢個 B 咧其實可以攝入去，攝到去呢個位，入咗去呢度。咁所以呢條式咧，左手面嗰嚿咧可以 summation R 由分零去到 n c R B 嘅 n 加一減 R A R， 後面嗰條式咧就係 A 嘅 R summation R 由分零去到 n c R B n 減 R A R 加一。好嗱，咁我用嘅方法咧，即係對位嘅方法嘅啫。咁我寫兩行啊，第一個。NC0 即是 B 的 N 加1，這個一嚿，第一嚿，第二嚿是 NC1 B 的 N A 的1 NC2 B 的 N 減1 A 的2，那即是去到最尾的 term 就是 NCN A 的 N B 的1次A 嘅 n 字，好啦，第二嚿嘅時候咧，呢個第二嚿啊，我對翻位就褪一格，因為褪一格嘅時候咧，第一嚿係 NC0 B 嘅 n 字 A，NC1 B 嘅 n 減一 A， 嗱我對翻曬佢啲order， 好啦，尾個尾嗰嚿咧 NCN 減一B 嘅一次 A 嘅 n。咁最後一嚿咧就 NCN A 嘅 n 加一，咁我哋要提出嘅話咧，呢兩嚿加埋咧係有嘢睇嘅。原因我哋有一條咁嘅公式 ，NCR 加 NCR 減一加 NCR 就等於。NCR 加一，嗱呢個 proof 我 skip 咗佢啊，喺呢度，因為即係做過好多次啦。好，第一嚿唔寫住，所以呢兩嚿加埋咧就會變咗係 n 加一 CR，n 加 C 一，
第二嚿咧就 n 次一 n 加一 c 二，第三最即係最尾嗰嚿就 n 呢嚿咧 n 加一 c n 減 n。你可以睇埋個 general term 都得嘅。好，頭尾嗰兩嚿 n c 零同埋 n c 一咧，可以寫做 n 加一 c 零同埋 n 加一 c n 加一，跟住個次方寫翻落去。咁我哋就 prove 咗佢嗰條公式啦，就係呢條啦 ，summation r from 零去到 n 加一 n 加一 c r。B 嘅 n 加一減 r，a 嘅 r， 咁所以 s n 加一 is true 啦。咁其他嗰啲我唔寫啦。好啦，咁佢到 B 嗰 part 咯。嗱，其實兩 part 係獨立噶，獨立噶。咁我唔想喺度咧嘥出咗嗰個問題，因為各位同學仔問我咧，佢係問我B 嗰 part 啫。嗱 ，B 嗰 part 咧，咁佢點樣證明呢嚿嘢咧？咁我哋好明顯咧，就左手面呢個 summation。summation， 咁即系话其实应该对应呢嚿嘢嘅，对应呢嚿，咁好明显我哋就叻一啲数得噶啦，咁应该点样叻咧？咁其实你要 a 加 b 嘅 n 次方，咁 a 加 b 嘅 n 次方就会系阿 b 加 a 啊，唔好意思，因为我想跟翻我嗰个呢个写 b 加 a。我不想撈亂了你們即看東西的角度，這裡我看回我原本條式，原來我打錯了，他給我那個那個原本原稿應該太蒙了，因為太蒙所以我就打過他。那如果我們代這條公式下去的話呢，抄一次先，如果我這麼厲害，我厲害個 B 係呢個 vector， 呢個 compact 同埋呢個 matrix， 咁個 A 你要叻啲咩咧？我要順德哥前有失所以喎，咁我試咗兩次，咁第一個係試 I， 咁啊發覺唔得 ，bang 鬼咗佢 ，bang Q 咗佢，好，跟住我試第二個嘅時候咧。好短時間內做到噶啦，即係我試咗，我就試，因為佢呢個減 r 啊嘛 ，n 減 r 啊嘛 ，2r 啊嘛，但我計出嚟呢面咧少 summation 嘅話咧，佢呢個頂多咧 n 減 r 嘅啫，咁所以呢度咧我就試嗰個係 cosine 負 theta 負 sin 負 theta， sin 負 theta cosine 負 theta， 好。咁啊，拜上面嗰個結果咧 ，a b k 咧就等於翻 cos k theta sin k theta sin k theta cos k theta， 而 a k 咧，嗱 a k 唔係47啦，亦都唔係 a k b 48啦，係將個 k 擺入去裡面，負 k theta。你可以 R 都得，好啦，咁所以我哋擺呢條式裏面咧，所以呢條式左手面就會變咗，純粹呢兩個 matrix 加埋啫，呢兩個係一樣嘅，所以左手面呢面咧係兩個 cosine theta。然後这个符可以抽出来跟这个 cancel 了，这个是零，这个零，这个二 cosine theta 的 n 次方，原来大家跟到 matrix 的右手面那个个 b 的 r 次方，不是 b 的 n 减 r 次方，即是这个 matrix 将个 theta 变了做 cosine n 减 r theta 负sin n 減 r theta， 唔係好夠位寫添，跟住呢個係 sin n 減 r theta，
cosine n 減 r theta。 咁 a 嘅 r 次 a 嘅 r 次方咧，即係呢個將 r 擺喺裏面，就變咗呢、這個 cosine 負 r theta 負 sin 負 r theta。右手面照寫，唔喐佢。左手面 NCR 嗰個 summation 嗰個係 constant 嚟噶，兩個 matrix 乘埋，即係兩個 angle 加埋。因為呢個 matrix 嗰個特性係等於兩個加埋嘅，咁所以佢係 cosine n 減二 r theta。咁所以我哋得到兩條式啦，第一條式咧係 summation r from 零去到 n ncr cosine n 減二 r theta 就等於呢度嘅 n 次方，呢度 n 次方即係將個次方擺喺裏面，所以其實佢次方咗之後咧，打個 matrix 嘅性質嚟㗎，二嘅 n 次方 cosine n theta。咁所以呢個等於二嘅 n 次 cosine n theta n 次方 theta。而另外一個 summation r from 零去到 n ncr， 即係呢嚿呢面呢面啊，就係等於呢個對應都係零嚟嘅。咁咪證明咗嗰兩條式啦。咁誒個即係個巧妙地方，你 put 你識唔識 put 個 a 同 b 嘅啫 ？put 到 a 同 b， 保證你得 ；put 唔到嘅話，咁就做死你。咁但係其實你失敗咗唔緊要嘅，因為我其實我第一次我都係試過 i 嘅。即係好坦白講啊，即係嗱，我喺度淨係同嗰啲即係同呢度有睇呢度 YouTube 嗰啲同學講嘅啫。我試咗個 B 加 I 嘅，咁我試咗另外一啲式出嚟，咁另外一啲式就唔係呢條式，咁誒另外一個 story 嘅啫。好嗱，不過 anyway 啊，咁誒最後咁誒你可以睇睇個 picture， 因為呢個就係 B part 嗰部分嘅啫。咁我 hold 住咗個畫面。不好意思先，因為我將個打字嗰時候咧調轉咗兩個代數符號啊，咁所以有啲嘢撈亂咗，咁但係不影響個成個結構。好，咁啊最後呼籲各位同學 subscribe Dr. K。